跟打野，我是布布恰恰。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玩的就是朗博。起床了，你不觉得朗博的肩膀上的那个道具长得很像花椰菜吗？我非常意外的是，朗博没想到现在是全传说对决胜率最高的英雄，我真的是吓了一跳。其实我觉得朗博的花椰菜让我想到有一集就是飞天小女警的花椰菜外星人。你喜欢吃花椰菜吗？花椰菜我觉得用蒸煮的非常好吃，像布布恰恰最近在减肥都要吃一堆花椰菜。你看他左边的肩膀上，你不觉得长得真的很像花椰菜吗？好吧，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入侵对面的野区，看一下对面是怎么开。美娜在帮忙守红 buff， 这样我看不到视野。如果过去被包围的话，我就惨，那我偷偷过来。好，对方的打野是红开，那我在这边打了一下，试探一下。这怎么有点像是红 buff 和蓝 buff 的甜蜜约会？朗博其实长得非常像野怪，非常没有存在感。可是如果你去细品朗博的故事，他其实好像是好人哦，他是军团的支柱。哇，我的撞击也撞得太烂了吧！首先我介绍一个朗博的技能，我觉得朗博技能非常好玩的地方是，他在前期的团战里可以提供呢血量最低的英雄80点的物理防御和魔法防御，这代表什么呢？等于说你前期队友什么事情都没做，他就已经塞了两种奥义。他的绿色奥义已经装了长城跟权柄，全部塞满。全部塞满好像是90吧？权柄你知道是什么吗？这个奥义绝对冷门到非常少人知道。这个奥义如果你真的知道的话，你玩传说对决大概非常久，已经钱多到不知道买什么奥义，开始乱买奥义。权柄就是加魔法防御9，所以朗博前期提供的双人对线，他的被动守护呢，可以让血量最少的英雄获得双防80，在前期来讲其实是非常多的。也就是说，你的奥义就专心塞坦克奥义吧。金身必有，还有什么呢？奇怪，最后一个奥义那个我有点想不起来，我一定要想到，可恶，那个奥义叫做噔噔，竟然想不起来啊！我知道了，英勇才对，所以就算全部塞血量，朗博前期也是非常硬的，应该没有错吧？朗博这个，如果我解释没有错的话，他的这个是连自己都能加的，应该是这个样子，没有错。好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又来了，来看一下刀锋宝贝在做什么。顺利入侵完对面刀锋宝贝之后，刀锋宝贝应该是还没有办法上四级吧？哇，已经上四级了，竟然比我快，好可恶！我以为我们入侵成功了，可是也过那么久，他早该上四级了。可是我现在非常需要上四级，因为我的大绝招能影响很大的团战，就是你靠在这边原地下，刀锋宝贝跳了上来，刚好直接被我击飞，然后我把伊耿士控制一下下，让他稍微有点撤退。你看血量高的伊耿士就被一颗石头直接给逼退。朗博右边的拳头长得很像，这什么？很像一个火焰狼牙棒的感觉。然后左边肩膀，他根本就是花椰菜的守护神。好吧，那这时候使用位移技能位移到对面野区的 buff。我觉得朗博还有一个非常棒的技能，就是他的二技能。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他的二技能叫横冲直撞。我玩超久，我才知道，原来朗博在使用二技能冲自己队友的时候呢，是可以给队友获得互动。我觉得朗博其实他的辅助技能真的非常完美。你看，被动技能给予队友防御力，然后他的一技能可以降低对面的物理和魔法攻击，最多可以降低到25%，直接降低四分之一。而且他只是一个6秒 CD 的小绝招。也就是说，奎伦想要上你们射手或是刺客或是法师的话，你真的只要一技能能蹦到他的话，3秒之内，如果他只要不要装备太夸张，你就可以保护好你的队友。还有就是二技能横冲直撞，冲过去可以控制对手，把他轻轻的挑飞，或是你选择保护队友，你可以给予他护盾。其实给予护盾点到6级，我觉得真的非常多。在没有任何冷却的情况，减冷却的情况下呢，9秒 CD 可以给予725的这个护盾，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划算。再来就是他的大绝招，虽然他的大绝招呢，你会一直被控场，一直被中断，但是他的范围真的非常大。当把别人挑飞到非常高的时候，踏入范围内的敌人呢，在上次更新之后呢，会造成60%的减速效果，这大大提升了朗博大绝招的实用性。虽然大绝还是看起来有一点点短，
所以我觉得朗博呢，以前玩起来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他还没有存在感。我记得在超早的传说对决，朗博也是有自己的地位存在。结果在新的改版当中，越来越多新的辅助加入传说战场，就可能已经真的被埋在土里，或是埋在化粪池之类的。我觉得现在我玩打野，我最讨厌遇到的英雄是美娜，为什么？玩的美娜真的会来乱你野区，他就是用他的夺命钩，当你们辅助又不帮你守野看一下视野的时候，他把野怪直接拉出范围，然后野怪走回去血又满，就会打野怪要打非常久。我曾经真的遇到被美娜 carry 过，那个美娜从头到尾就是红蓝红蓝，他就算准时间一直去入侵对面的 buff， 然后对面的野区经济，然后就是一直算不准，就是一直被他乱。所以你有专辑美娜，其实这一版的辅助真的非常好玩，因为呢辅助装备的改强，让辅助整个大抬头来又冲过去。而且朗博就有个最好玩的地方，就是由于他有个很完美的辅助被动，所以呢就算在野区的二二会战，你只要走过去能够进入500范围内，能够给予友方一个被动的防御加成，只要你的队友能够击杀他，你就能捡到这个助攻。所以我觉得朗博真的非常好赚助攻，可惜的是传说对决不能点天赋，如果能够点像英雄联盟以前有个助攻可以加钱的天赋的话，我的天啊，这个朗博真的会变黄金朗博。而且朗博呢，我觉得他也蛮可怜的，他到目前为止他在传说对决已经存在有没有两年啦、啊、他现在的造型竟然只有魔能巨眼，好可怜。其实他的设计造型也非常难设计，不然其实他也可以设计一个 Oreo 的朗博，就是黑黑的看起来很好吃。朗博还能做什么造型呢？就一块石头，我觉得他可以试着参考英雄联盟的石头人，好了，躲过零零的废物汽油桶之后呢，在这边开一个大绝招。再来之后呢，我会选择扛塔，因为奎伦已经冲进来，而且我现在真的非常用，还有被动的辅助道具，按下去之后呢，我们就顺利的塔杀。夜叉也蛮厉害的，在下路玩自己的，但是竟然已经拆到升高地塔，完蛋了！这个横冲直撞，啾！想要和平一下，怎么觉得刚刚的画面好像是我把凡人给撞到歪头？大家有这样认为吗？好吧，哇！赵云双杀欸，我觉得现在赵云真的太可怕了。在下一个版本里的赵云的二技能会随着时间的推演，也就是等级的提高呢，增加他的攻击速度。一等点二技能就一个200%的攻击速度，这个技能也太强了吧！现在赵云的打野速度非常快，凯撒路几乎全部每一场都是赵云。没关系，各位再忍一下，下一个版本赵云就稍微削弱一点点，但是后期还是非常有影响力。好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持续来推中路，因为现在呢魔龙跟凯撒都还没有出，那我们身为一个辅助就乖乖的保护我们的凡恩吧。哇、哦、不得不说伊耿是在这个版本会玩的会接技的，真的非常强。奎伦使用一个外科医生，那我们现在就来帮凯撒开他的痔疮好了，我们两个也绝对吃得掉，奎伦一个人其实就吃得掉。我是来帮忙上一个辅助的 buff 让你增加防御力，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凯撒就是打这么痛。哇，凯撒他的腹肌你看，龙虾腹肌，凯撒其实根本就没有锤中我们，他就是往前乱锤就能造成一个范围伤害。在最新的传说对决改版里，还有一个最棒的地方，就是在克隆机动模式，也就是幻影机动模式呢，你会有能量条，你可以变身成旧版的凯撒。可是我觉得旧版的凯撒长得非常丑，我觉得新版的凯撒很像是那种有没有什么霹雳战士变身成合体机器人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做一个新凯撒，而选择去救凯撒。大概是因为救凯撒他有脚才能移动吧，不然如果你变大绝招，你变成新的凯撒，你不能动，根本就是只能被激活，搞笑的。好吧，那这个时候我把刀锋撞倒之后，刀锋感觉不敢进场，因为他进场我只要一技能控住他，用我的二技能保护我们的凡人大概就可以了。而且我的大绝招现在没开，我就是等刀锋瞬间的时候瞬间开。好了，其实非常危险，我除了圣骑士战血，所以他们应该也是控制不住我。好，赵云来一个大绝，我冻住他之后，哇，我的大绝被中断，被美娜吸了回去之后，往前顶再一个大绝，又被中断，连续中断，这个石头也凸起来太大根了吧。好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塔杀他们，治愈道具全部都开之后呢，用一个二技能看似没有伤害，但是减低他们输出 25%， 就是这么高。
哦，那这场就轻轻松松的获胜，我觉得跟队友的搭配也非常完美。其实好的辅助也要好的队友，不然你辅助永远都是真的是只能看运气。有时候玩辅助，你就算玩得很好，然后你的中路射手凯撒路全崩，你一个辅助真的没有办法做什么。所以呢，我觉得排位赛能够玩辅助的玩家，我都非常的尊敬你。好吧，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对影片按下喜欢与订阅专辑。菲尼克大海的布布恰恰，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因为布布恰恰的订阅快要上500000了，真的就差你几个订阅而已。谢谢你收看我的影片，祝你有个愉快的哦，今天是忧郁星期一，好吧，拜拜。